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它说已知哈，一个这个直角三角形，三边长是三个连续整数。那这三个连续整数哈，我假设中间那个数是 x 啦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 x 减一、 x 跟 x 加一，哦，三个连续整数。那么这个三角形的周长多少？ 那三个这个三角形周长就是三 x 嘛，哦，你把它全部加起来 s 哈，就是这三个加起来就是三 x 啊。那我现在要解 x， 那解 x 就是两股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嘛，我就 x 平方啊，加上 x 减一的平方，这是 x 加一的平方。 好，那我把它展开嘛，这是 s 平方哈，减 2x 加一，那这个是 x 平方加 2x 加一啊，那这个一可以消掉 ，x 平方可以消掉。好，那现在我把这个呢移过来，移过来以后的话就是 s 平方哈，减 4x， 这个等于零。好 ，rx 可以抽出来 ，x 减 4。 那 x 不能等于零啊，所以 x 哈等于四。哦，那四的话，所以这是三，啊这是四嘛，啊这是五了，所以三四五那个三角形，哦那 x 是四嘛，所以是3×4，3×4 12，所以答案是12。